转自网络文章。意淫是暗号，阳气少了运气也会变差。阳气是什么？阳气是受于父母的先天之气和后天的呼吸之气及脾胃运化而来的水谷之气结合而成的。它具有温养全身组织、维护脏腑功能的作用。随著年龄的增长，人的阳气会逐渐亏耗。运气是什么？所谓运气就是生命运动气化规律的简称。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运气比较好的时候，也有运气差的时候。人生运气的好坏就好比道路的曲曲折折，莫有一直平顺的道路，也莫有一直都是曲折坎坷的道路。阳强则寿，阳衰则夭。人的运气和阳气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运气不好，很可能是你的阳气不足了，导致阴盛阳衰，从而霉运多多。如何增加自身的阳气呢？人的身体好比银行，阳气就是我们使用的货币。今天透支一点，明天透支一点，日积月累，银行就不干了。当健康不断被透支时，身体就会告诉你哪不舒服了，腰疼、背疼、落枕、感冒等，都是身体在提醒你，阳气不足了，货币透支了。补足阳气也像理财那样，需要开源节流。80%的现代人都阳气不足，万病皆损于一元阳气。《黄帝内经·素问》里说，阳者为外而为固也，就是指人体有抵御外邪的能力，这种能力就是阳气。在中医里又叫卫阳、卫气。卫就是卫兵、保卫的意思。阳气好比人体的卫兵，它们分布在肌肤表层，负责抵制一切外邪，保卫人体的安全。任何人只要阳气旺盛，就可以百病不侵。古人把阳气比作天空与太阳的关系，如果天空没有太阳，那么大地就是黑暗不明的，万物也不能生长。所以天地的运行必须要有太阳。而人身的阳气要调和才能巩固它的防护功能，不然就会招致病邪的侵入。黄帝内经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所以养护阳气是养生治病之本。人体血液、津液在体内的运行循环都需要阳气为之腹部运行，而血液、津液需要通过阳气的气化作用才能营养全身，而产生精神活动和一切的脏腑机能活动，如此才能生生不息。人体正常的体液都需要阳气来养护推动，体液占人体 70%， 阳气不足，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人体湿邪过重。正常的体液是滋润人体肌肤和运行五脏六腑必不可少的，过多或过少都会引起人体的病态反应。少了就是火，多了就是痰湿。现代人大部分的慢性病或疑难病症都是由阳气不足引起的体内阴液失调造成的。有的朋友会想，现在生活条件这么好，怎么好端端的阳气就跑掉了呢？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有伤害我们阳气的不利因素，只是被我们忽略罢了。那么什么消耗我们的阳气最多呢？是精神。从中医角度讲，人体阳气五种外在表现的神、魂、魄、意、志，与人体器官有著紧密的联系。神属心，魂属肝，魄属肺，意属脾，志属肾。精神上的不调和也会引发脏器的病变。这种无形的阳气随时左右住人体的健康，这也是养生最大的秘密。就我们的形体来说，除去先天带来的疾病，24岁以前发的病一般都没有大问题，因为人24岁之前先天的元阳之气很足，人体神经、肌肉、骨骼都处于最佳状态。24岁以后，
人们身上的压力会逐步增多，耗费精神过度，也就是耗费阳气过度，身体呈现出阴盛阳虚的状态。所以24岁以后的成年人生病，更应该从精神、情志层面去找病因，大部分疾病是精神、情志受到损害造成的。损害人们精神最大的因素之一，是现代社会的信息污染。我们现在一天内接触到的信息，可能比古代人一辈子接触到的都多，每个人的心里都装满了事，脑子里也充斥住各类信息。特别是意淫，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一想女色，就非常兴奋，想玩突厥精神，体力变差的感觉，这就是意淫在耗你的精神、阳气。长此以往，人的精神受到的损害可想而知。比如说，一个人听到不好的消息，生气发火了，很可能马上就能感到血冲到头顶了，甚至一些人还会突发心脏病。信息污染是伤人于无形的，遗憾的是，目前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还单方面的认为是科技发展的象征。俗话说，病从口入。阳气遭受损伤比较大的另一个根源还来自于我们的饮食。别看我们现在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其实大部分食物都受农药、化肥或者各种添加剂的污染，包括转基因食品。长期食用被污染后的食物，会让我们五脏六腑的功能发生紊乱，反过来，五脏受损也会侵害到人的情志。肝不好的人易怒，就是这个道理。久而久之，人体也呈现出阳虚状态了。现在非常流行吃反季节蔬菜，这恰恰违反了蔬菜自身的生长规律，因为食物本身所含有的生命能量发生了变化。比如东北一年一季的大米，看起来油润光泽，吃起来口感细腻圆润，就是因为它吸收了一年的天地精华之气，蕴含的生命力也旺盛。01，人生来都具有很强的抵御外邪的能力，发挥这种能力的根本是培固自身阳气。02，与阳强则寿，阳衰则夭道理一样，人的运势也是阳强则运好，阳衰则运差，所以阳气决定长生和好运。03，要想阳气旺、运气好，建议朋友们首先要调理自身，其次调理你的屋宅，如此才能扬长避短，才能有阳刚之气，才能有精气神，才能好运。04，保持念头纯净，不意淫、不邪淫，方能保住精气神不加速外泄。精气神足的人，自然阳气。气场强大，外邪不易入侵。护阳温阳是防病之药，在生活中要自始至终温阳补气或阴阳同补，温补阳气可以用过食疗、运动生阳等温补阳气。